暨南国小最近几年来推动这车龄的教学，已经是有了真好的成果。这每一个毕业的学生拢必须要会晓车龄，嘛学生应加了一项才艺。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交流活动当中，嘛成为其他学校因欣赏的对象。南国国小应届毕业生是轮流上台进行扯铃的演出，每一位毕业生都会当做出高难度的扯铃动作，和大家学弟也够学妹拢真轻松。根据南国国小校长表示，当初学校在进行这项才艺推动的时阵，也无料想到每一届下课时间，看到真侪同学开始耍扯铃，在良性竞争之下，因为每一位南国国小学生都会响扯铃，嘛，好扯铃这一项运动变作是该校毕业生一定爱有的才艺。我会颁发给小朋友啊扯铃的认证啊，根据他练习的技术啊，我们来分成甲、乙、丙三个扯铃的认证奖状。那么最主要是鼓励他们，在这几年当中认真的练习啊，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扯铃的一个他的休闲活动啊。除了当好学生在毕业进前加一项才艺以外，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校际交流，扯铃嘛变作是该校的特色啊。尤其是国外学生到学校参观访问的时阵，拢真欣赏该校学生有这么好的卡手。包括澳洲的或是大陆的访团体到学校来，我们都会安排像扯铃啊、太古啦、那么舞狮，那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很好的民俗技艺，所以他们来了之后，看到以后啊，也是非常的好奇。那么同时啊，对我们学校推展社团活动啊，那么用心啊，也表示肯定。所以每一位毕业生都会当为校长的手中摕到一份证书。根据小朋友指出，扯铃是一项真好耍的运动，在国校阶段就学会这项技巧，到国中时阵就会当变成上届厉害才艺啊。中新闻王汉正中华报道。